粉丝多少人？200千。200千，20万行家，200千这是很 gay 掰的一个说法。小朋友，这个啊，没事没事，好事好事。你一出来收视率就很高。对啊，有一个昨天晚上他还光溜溜出来，有没有？跟他爸爸在洗衣服那个有没有？哎呦，好油哦，可以不要讲这个话吗？见过见过见过，有没有亲脸颊？他有时候有偷亲他。谁偷亲谁？私底下偷亲，私底下。云婷，你哭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？这个不能问了，我刚刚私底下问他，他就哭了。不要哽咽啊！拿卫生纸，卫生纸。他想妈妈的时候就要开心。不是的，我访问你啊，我都快哭了。乐乐、小熊、小威三位小童星，在两个爸爸中因演技自然大受欢迎，堪称今年最当红的超级童星。闯红云婷与五岁的哈尼在戏剧中亮眼的表现，成为近期的人气童星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融化了。乐乐，你告诉大家，你的 Facebook， Facebook， 粉丝多少人？200千。200千，20万行家，有没有？他是用英文的讲法，同行追烧着，这是很 gay 掰的一个说法。小朋友，这个啊，没事没事，好事好事。啊，你这个当童星啊，又要念书，你这样念得过来吗？可以。班上几名？大概。卖骗哦，他不会骗啊，没关系啦。大概第几？前三名。哎呦，你看，谦虚哎，看吧，班上只有四个人，没有，四人会有班长，有四个人，有20个哦，那很厉害啊！你知不知道你的人气很高？你知道宪哥的粉丝人数7万？哎，这个要比较才知道说他很高，很厉害，才知道，哇，这样才要比70千。然后呢，汉典哥哥的粉丝人数是50千，5万，所以你很多。你演那个两个爸爸，人家都说都是为了看你的，如果你一出来，收视率就很高。对啊，有一个昨天晚上他还光溜溜出来，有没有？跟他爸爸在洗衣服那个有没有？哎呦，好油哦，好油，油腻腻哈。可以不要讲这个话吗？宪哥，宪哥，宪哥，打我啊！他不是演你儿子吗？怎么他讲话像你爸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角色应该你去演，你太像他爸，真的，脾气很大哎。啊，小威是第三者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不是，不是犀利人妻啦。温蒂爸爸好，小爸阿姨好。小熊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不是，我自己来害我爸爸。哎，陈医生，好久不见呀！哦，你是大凡啊？是是，诸位你好，这个刚从出差的地方啊，带回来伴手礼。来，这是什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他们太客气了，他同一个社区的嘛。谢谢啊，宪哥好像卖房子的。谢谢你照顾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温姐，你要等我回来跟我结婚哦。好，大哥哥。哎，这个小朋友的山盟海誓啊，有时候还真的感人肺腑哎，感人肺腑哎。哎，阿 K 啊，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啊！不不不，我们搬家以后要常联络，好吧？哎，而且小熊在里面很瘦哎，不会，你看他本人比较蛮有瘦。有哎喂，对，看起来比较有小孩子，大家看电视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温暖。其实你们真的有父子脸呢，有呢，就是这边都一样。真的吗？有点肉，哦，有没有？好像，好像，好像。小熊，你们两，他妈妈，妈妈年轻的时候有去过台南吗？喂，妈妈就是台南人，不要乱讲哦。妈妈住哪里啊？桃园，桃园，桃园，桃园呐。宪哥有吗？喂，没想过了，不用想了啦。宪哥，想这个，他有牵手吗？有，哎呦，戏里有啊，有没有亲脸颊？他有时候有偷亲他，谁偷亲谁？私底下偷亲，私底下。听说他会什么？小熊可以模仿啊，你模仿谁？现在消防起了，应该是500吧。来，好了，好，来了，预备，起。阿妈是妈子，各位文员可以一家门派。你喜欢干多能行？文员同志。该问的时候，是不是看太多人家模仿《金箍棒》？自己作业，自己也不。宪哥 ，OK 了啦。爱玩的小朋友，大家快点过来，准备好你的相机，把 pose 摆一摆。
跟着喊耶！哎呦，还有啊，还有，还有啊，还有，还有，哎呦，哇！没事没事，跳得很好啊，不用忏悔啦，不用难过吧，很棒的。秒钟落泪，云婷，你哭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？欸、这个不能问了，我刚刚私底下问他，他就哭了。真的吗？你问什么问题？一般都会想到什么？哎，我要、不要哽咽啊！你卫生纸，卫生纸，来说。我看到他表演完你怎么样？我幼稚园有一个同学，然后他很早就没有妈妈，他妈妈生病死掉。然后他每天要他想妈妈的时候就要看星星。不是的，我反问你啊，我都快哭了。你不要伤心吗？麦拉，麦拉，我告诉你哦，还没比赛耶。我在路上要遇到小朋友跟我这样讲话，皮包整个丢给他。真的假的？你说的哦。演哭戏啊，就是想到自己养了一只小狗嘛，然后从小一起陪伴我长大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他跟我去跑步的时候被车撞死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可是他被车撞死之后又没死，只是残废而已。有一天带着图图去跑步，突然那一部卡车跑得很快冲过来，就把图图撞到了。结果图图没有被撞死，撞成残废。他的四条腿里面有三条腿都不能用，带回家的时候医生说只能让他安乐死了。后来我想到这只图图从出生以后一直陪我到他长大，还用他的一辈子陪伴我，我竟然连最后救他的能力都没有，我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就哭了。有哎，有哎，有哎！我幼稚园的一个小朋友叫小李，他从小就妈妈就过世了，他一个人好可怜。大家都在吃便当的时候，他都没有便当可以吃。后来他去做了节目主持人，后来很红，没想到做了一个 LED 生意，居然一败涂地。这个那边三秒落泪，计算一下，那边计算一下。本来想说可以再用主持的钱来补，谁知道都补不完。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啦！旁边都哭了。哇，神经病！那哭成这样，你们哎呦，有没有好可怜？你十八秒就落泪了，十八秒。你讲什么内容对他是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提我就是那个了。好，谢谢他们两位，好吧，小红获胜。